你做梦，三个月很快过的啦。In fact, 都不到三个月 what? That means only 两个月初而已。很闲嘞，不想回去。这里面也像狗一样。OK啦，刚刚进去是这样的，他们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咯。No, 反正都等了两个礼拜，就很久啦，很快过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做兵？ 一半快过地吗？还好啦，很累啊，每天圈圈圈，七早八早起来跑步。可以哇，你看你现在这样 fit 了。就是咯，每个人一刚刚进去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劝到像你这样 fit 啦，有减肥 right? After that 啊，就会 slack 了，就像我这样。你 OETH 工龄次还多是吗？没有嘞。你找到工了没？ 哎，还没有了，很闲呢。出来了还是这样懒惰，去找。有时候哦，甘愿回去里面呢，at least 不用想象多。怎么，跟你换啦？我的出来了这样爽。哎呀，人就是这样的咯，在里面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出来找工作，有 freedom。出来了又想想看，其实里面真的是很好玩的。你怕什么？你怕是三年给你玩到爽。 好玩咩？巴拿塞，不是哦，你想斩断自己的脚，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了。对，大家想不开嘞，出来了还有大好前途 ，OK？ 现在那边了啦，已经捡到2年而已，很快过了。喏，你现在也算 good life 了嘞 ，compared to 我们讲。就是哦，阿里巴巴边还有轮子，以前的我们的要搬到笑的嘞。什么？不滑。 好了，行吗？哎，等下走。哇，闲呐、啊，每天做到晒干，做到要死。哎呀，你可以的啦。不过我在家是变懒嘞，越懒越闲就越懒惰 ，OK？ 那你爸爸妈妈呢？没有你啊。 把龙龙这样，懒咯，哎呀，你不必嘞，从前多的东西，现在全部忘记了，还要去把脸去。喏，我是这样想，但是我们进去先找出来独裁队，是真搞不搞？就是说，哎呀，如果我们是男的就好了，干呢，努力两年 ，OK。哎，你有没有看报纸啊？那个 Visa Scholar 啊。 都没有进过兵啊，不知道他乱讲什么话。哎，你 boyfriend 呢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嘞。 OK 咯，忙着读书 ，sad 嘞，一个星期见不到一两次。哎呀 ，not bad 了啦。At least 有 boyfriend， 很多 couple 啊，都是进了兵就 break up 的嘞。哎，真的是你。 Hello， 每个人进去，是你都学到完了啦。Hello， 看他晒了。大了。哎，马上就跟上不？ 所以你们我安尼看一头脸无？受不了啊！10天没有得冲凉，大便还要自己挖洞。哎呀，好玩吗？哎，你现在你知道括号在 foot not bad 哇！啊，出来了很爽哎。 哎，打给他嘞，怎么没有来？
Hello， 哎，在哪里？啊啊 ，OK 啦 ，OK， 拜拜。来了吗？哎呀，今天不可以出来，有留地。哇，这样衰啊，好像被恐吓这样。我们咯，每个人都会中的吗？以后你也会？哇啦，每个礼拜出来一两天，很快过的嘞。做什么都不可以，化闲咯。回到家都几点了？吃饭，你说出来一下，睡觉。你那天一起来，那我又回去了。Best 吗？对的嘞，家里还有很多。那是你们熟悉 ，OK。哇啦，我才不要穿出来啊，看了就嫌。哎呀，穿了会 nostalgic 吗？以前我的班很 close 的，白天我们是 sister， 晚上一直 track 来的。啊 ，PSP， 有 Annie， 布丁，芒晶，哈林 ，Rory， 这样爽咩？可以咩？当然可以的，在里面就是靠朋友聊的嘛。你现在觉得凶，以后想起来啊，其实 BMT 是最好玩的。哇，卖笑了，真的。真的。哎 ，Hello， 好了，哎，你哪走啊？就不要想象多啦 ，relax 咯。喏、no, ，这两天福利 meet in 是吗 ？long meet in 呢，洗给送咯。就是咯，哎，走啦，我们去冲啦。反正你都没有 meet 他了 ，right？ 是啊。对啊，很累，不去啊。Hello? Yes? No? Why? I haven't met up for the last few days. Anything happened, huh? Okay, okay. I 打了也是没有人听嘞。小刘啊，他会跑去哪里？他会被被车撞。跟啊，会是谁嘞？不懂他为什么这样笨。那，哎，到你们讲啊，这前面三个月居然没来了。他挺衰的啦。其实啊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 problem， 所以就看你丢哪里咯。可是啊，里面的人呢都是 L 来 L 去。他讲过他很 stress 了，很衰，丢他那边。可能是我们没有 take 他 serious。不管种哪里，种什么，肯定还是要过 right。可以去做 stupid 的东西玩。I think 他那时一定是 cannot take it 了。对，怎样？ OK 吗？
而已啊，如果待机就好了。这个很 stupid 哎、欸。那你来上就 OK 了 ，OK。Peng 啊，没有丢什么，就是当 extra 而已。不是很 sad 吗？一想到回去就很血，所以就不去哦，不用不用。吓你！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的吗？在这里很灵的嘞 ，Handle 24/7都有开的 ，OK。那晚跑去哪里？那晚真的是断北雕，大吵架之后很乱，真的是很乱。一想到回去那死人地方，会很血，所以自己懒惰咯。好了，最重要会想吗？你还有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嘞。喏，我还有这样久，不是更加烂？喏，我妹在 motivate 他，那你自己出去单。来啦。什么包都是刷不了的。懂啊，我是 regret 了。他讲我没有时间陪他，可是刚好 explain 里面有 problem 又很难。慢慢头发 understand 咯，好好跟他讲，好好 set 的，不用吵架的。是啊，不要想不开吗？家里没带波机啊，进去蹲啊。好啦，随意的，打电话给他啦。站起来。哎、欸，我怕听到了嘞！哇，真的吗 ？Steady 了，哎呀，很久。哎、欸，终于不用 RT 了。哎 ，Congrats, man！ 哎、欸，那你跟他怎样？嗯 ，OK 咯，有答应他，也 give 一点的咯。嗯，这样就对了啦，有事可以好好讲的吗 ？Everything okay？ 哎，我也是开始3号人就灭了了。哇 ，power 啦！有人终于 slack 够了。没变啦，不然假操咩？随便找一份再说咯。哎，你要 POP 了 right？ 嗯。PC 有没有 interview？ 你要去哪里？有嘞，我跟他讲我要做 driver， 我 B license， 然后你不要 slack 吗？哇，操！小心看到鬼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本来这种 interview 不赢的啦，他叫你去哪里就要去哪里的。等一下再讲啦。哇 ，OK OK， 不啦，拜拜。